我可以用是可以用了。哎呀，我想要快乐。我敢保证开局肯定会追极限四。哎呦，心跳。好了，空军跑了，哎呀，先知浪费掉了。我敢，哇，厂长吗？我不敢救。走，借尸走，别送娃娃。蹲着希望不被找的是谁？你先把娃藏那里就好了。帮魔师转点了吧，那还行。能不能不要把鬼引到我身旁呢？你爆点了。哇靠，这也是你坑人吗？你把他引到我身旁了，这个是包子吗？木炭追我，哇靠，这也是，我跟你说你爆点了，干嘛把我机器给弄没了呀？我修到90%了，那你干嘛把人家引到我身旁啊？我就在那里看，哇靠，厂长打我了。呼叫枪，我死了。你干嘛要追空军呢？我都没枪了，你追我？我已经不在我旁。还追，你追吧，我告诉你，你追你随便追，我怕你，放个虚影，那我走了。我告诉你追空军，我告诉你追空军。先知快走，先知快走。木炭在门口有一个。不追我了。娃娃。走，我开门。哇，你追空军追这么久吗？传送。
谁是小门？传的是大门。还追空军？不追了，他去大门了。小门开了吗？我去小门了。你把厂长和娃娃都来了。门开了，门开了，蒂娜直接走。小门也开了。不是包子，太可惜了，本来想秀包子一脸的，是一个段位比包子还要高的厂长。